大家好，今天阿青在雪州的沙登吃半夜咖喱面。这档咖喱面呢，营业到凌晨两点，夜晚的生意很好，所以叫半夜咖喱面。店里的设施很简单，但是咖喱面的味道浓郁，炸料鲜香，还实惠，很受顾客的欢迎。所以赶到刚开档的时候来探访一下，走，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一般是咖喱的比较多哈。啊，咖喱清汤干捞咯。啊，看个人的喜好了，味道了。哦，这个是清汤的。啊。有米粉、面、果条。啊、这个是云吞面的了。两种，一种扁的，一个的。啊，一个粗的，一个是有的。有肉丸、云吞、鱼饼啊。这个就是。炸云吞。炸云吞。啊。炸肉。炸豆皮，葱，还有西汤啊！啊，家里有西汤嘛，有些客人卖掉的啊。这些全部都一零级七十线啊，是。这些呢也一样，也是一样啊，只是这个比较贵一点，而且这个是进口的，泰国进来的还是啊，比较贵一点啊，两零级啊是。啊，这几样红糖啊，这个嘞，这咖喱的啊，这个是咖喱。饺子了啊！饺子啊，饺子需要放沙葛下去了啊，是。这也是一块钱。下午的时间真的很少人哦，不容易连着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通常也是用鱼肉比较连锅了啊，没有炸出是我一个人做的啊，炸就你一个人哦，要有炸的凳子就可以啊，可以了是吧？嗯。上面的就不需要了，上面不需要，之前我是全部炸完了，他们讲投诉很硬。哦，说是我是下部分的了。就下部分炸熟就行了。啊哈。之前有customer投诉，好像讲上面炸的硬过头，我就说我是下部分的了。哦，你炸的东西就是这样多了。大概是这样多了啊。没了。啊，这两样就是老板娘自己煮的啊。嗯。他们还有烫水饺，听说这家店有十几年历史了。这是做干的哈。啊，这是做干的，云吞面来的。这个是你给果条加的。嗯，好。家里还有放豆芽是吧？也有放豆芽，这个豆芽。嗯。放的香油。啊，就是酱油。酱油。这个黑色酱油，黑酱油，这个是鸡脚那个汁，哦，还要放鸡脚汁，嗯，炸云吞，啊是，这个就是平常的量是吗？啊，平常的量。这样子一份多少钱啊？啊，六块。六块。啊，这个是。它的配料啊，还有其他的料的。哦，这个是咖喱的。不是，这个是改红干捞的。哦，红干捞的。啊。这里还有。啊，这里还有的啊。啊，它就拿起来。这就是平常的料。啊，这是平常的料。六块。啊，六块。
这是云那个咖喱的。啊，这个是咖喱的。还有云吞炸的。OK。哦。还有猪皮啊。啊，猪皮啊，那个的豆腐啊。哦。啊。这一碗都多少钱？啊，这个是多少给的？8块。八块。啊。这一盘是6块钱，有云吞三粒、炸肉，还有叉烧。这个是配干捞面的。这一碗呢是8块钱，里面有云吞啊、西汤啊、猪皮啊、豆腐啊，还有就是炸肉啊这些掺在一起，还有就是炸豆皮。那么这炸料一块是1.7块，这咖喱鸡呢是4块钱，搅拌均匀一下，料是蛮多的，试一下，吃起来咸香咸香的哦。它这个果条呢烫的是刚好的，它的咖喱汤呢是很浓郁的那种啊。很香浓，这个炸云吞啊，这咖喱汤头咖喱香味浓郁厚重，还带有椰香味和咖喱叶香味，炸肉紧实，越嚼越香，再搭配炸猪皮、肉丸、血汤和细滑的果条，非常可口过瘾，色泽还很诱人。来试一下它的咖喱啊，这个鸡肉煮得很入味，它的味道呢是有一点甜，甜香的，咖喱味也很浓郁，跟有些干咖喱的味道相似，它不是咸的那种啊，是有带甜的那种咖喱。这个是鱼肉豆皮，里面包的都是鱼肉来的，里面的鱼肉呢挺 Q 的，吃起来呢咸香，鱼香味蛮浓。好了，今天阿琴就介绍到这，下期再见。